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风破。然后这一次要来玩的是那个 Madness Combo 的一个算一款同人游戏。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动画，就是由美国人所制作的一部比较属于灰色灰暗的一部作品。然后这个是同人作品，2008年出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开始吧。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诡异。Somewhere in Nevada 是他们的一个那个大陆的名称，就是原本的设定哦。这个是它的玩法是上下左右键是移动，然后它不能蹲下，啊那个上的话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抬高，然后 S 是跳跃，可以二连跳。哦，A 的话是 A 是攻击，大炮，好，准备，空中飞人，attack，啊，可以连射，然后所以是，哦，不不不不，啊，他只有19滴血，他只有20滴血。啊，忘记怎么打。哦，天哪！哦，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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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点忘记怎么打。是无限子弹吗？我嘟嘟嘟嘟嘟嘟啊！忘记跳跃。无限子弹就好办。哦哦。呵呵，哦，然后这边开始，哦，这个是他那个原著里面那个上帝，我把这个移开，啊，变成僵尸了，对，他有这个能力，哦，豆豆，变尸啊！僵尸游戏，哇！谁让你们欺负我？哦，僵尸，僵尸，不要过来！我对一点僵尸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哦，杀！哦哦哦哦！不不不不不！给我上去，上去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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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！哦，上，哦，等等。哦，这个主角刚忘了讲，他主角名字叫汉克。刚开始的样子本来是长得像跟他是一样的，就是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是灰色脑袋，然后那个手。然后他们的比较特别是他们的脚跟手都是分开的。没有关节，对，没有关节。啊，他是因为一连串的死亡，然后造成他变成，然后他又后来复活之后，又用绷带什么东西包住他，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，我觉得那一部其实蛮有趣的，不会有点暴力。哎 这个好像我之前是玩过这一关嘛，好像不一样。哦哦，又然后错误，产生错误了。Final error，fatal error，刚看的 final error。Crown has been activated。哦，好像这个是他的一个，哦不对，这是同样同一款。
哒哒哒哒哒，杀死你！我哒哒哒。不行啊，这样他怎么闪？哦，整个。不不不不不！哦，躲躲躲躲！剩六滴血，玩个屁啊！然后现在是要打旁边两个这个音响，它有血量，还有那个子弹无限。我躲躲躲！我，然后现在就是先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这把枪哪里买的？我也要。哦耶！啊不不不不！哦，不不不不不不！跳！哈！难得会玩这种动作有射击类的游戏。看起来旁边的灯可以打，我躲躲躲，哦躲，忘记了，完蛋了，只剩三滴，只剩三滴，玩个鸟，哦。哦，这哦，太刺激了！哦，不不不不。不不不不，怎么玩呢？等等，啊哈哈哈哈哈哈 ！Oh my god！ 啊啊啊啊啊啊！啊啊啊！一滴血后来通关有点难啊，呜呼，不不不不不，啊！这样就死吗？呼呼！呼呼呼呼！跳跃！又是你！又是你！哇，这个是第一集的梗，然后这个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好吧，我觉得还不错，然后有机会啊，大家也可以玩，然后。
对啊，这次的实况就到这里为止，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哦，再见，拜拜。哦。